炸大鱿鱼、鸡排、花枝烧，是阿纳塔。哇，前面有一只大老虎哎！哇，很大的老虎。哦，哎，是还没开始啊，是拢没完啊？香香鸡，哇！哇，这是猪尾。好，你好，200。好，200。咦，老虎在前面，那个是猪哎，它烤成金黄色的猪。城隍庙。继续走这边吧，私房料理。呀，有没有素食的？拿一点来吃吧，只吃那个稀饭实在太空虚了。啊，他直接在旁边有吃下来吗？可以，他可以。他放进去，他来去拍。我呢，只吃十八块。鸡心。啊，太好了。我全部都只吃了200块。鸡心，你讲要吃鸡心。其实你下贵啊，我来问下，别行拢好食。啊，什么鱼啊，可以保证的？还是吃一个卤蛋。你要吃蛋蛋吗？我这边吃面汤的。哎，我拢吃这些哦。咦，你吃蛋蛋好不好？这个都很棒，好吃。好，那继续走下一个。